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飘飘。那么在放出那家视频之前，因为我昨天终于拿到梦境徽章了，所以录了个小小的视频，然后感谢一下帮助过我的大家，尤其是胖胖在猴子9:30被挤到前第六的时候，帮我在最后2分钟结算的时候用奥特曼达到了324万，然后非常感谢，不然的话就真的断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飘飘。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《黑暗那家》双子版的300万的视频。我这里的操作在1分05秒之前，我是抢了爱教和巨魔的大。这样做其实有一个风险，就是你可能在之后啊，因为它分身的关系，你可能就是打不到能量，那么就没法在它这个幻象出来的时候全员开大。因为我这里其实运气挺好的，就是大家还是要看实际操作，如果能抢的话尽量抢一下。具体的操作节点我字幕上面也有写，这里运气不错，就是他接下来的这个大之后我全员输出都还在，所以我们就继续开大，然后把他伤害推上去。就是那家其实也是非常看脸的，如果说你满血的话，被暴击也是死得透透的，所以说还是要看一点脸，然后打之前记得用一个好点的洗面奶。